哎哈喽。午饭吃好了。好。你干嘛？干嘛？你这是干嘛？说我干嘛？我给你解释一下。王总，说的没错，作为一个秘书应该有秘书的样子，可是你作为总经理应该有个总经理的样子。我吗？我董事长说让我好好帮助你。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真误会了。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啊。你们又来了。哎呀，天心啊，今天我特地去的相亲角，就是给你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哎呀，姑姑，你能不能放过我呀？我这一天在公司里伺候两个老板已经够我受的了，这回到家里你能不能就别折腾我了？哪儿折腾什么了？你姑姑今天在相亲角忙活一天，你好歹你看一眼。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啊，就像那个皇上选妃子一样，翻牌子就能找男人。喂，这意思是对的。翻。太丑，太瘦，那你看这牙，牙不好，1.60米，还没我高呢，丑死了！又这一大把年纪，不行，这通通都不行。天心啊，太挑剔是找不到好对象的。是啊，是这些男人太差劲了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要的具体条件写下来，我明天再去。姑姑为了你豁出去了，准备打持久战。嘿嘿，好。姑姑，现在在公园里都是家长帮忙相亲吗？啊，年轻人都忙着工作呀，只有周末才有时间。平时都是大人在那张罗着。哦，那明天刚好周六，干脆我亲自去一趟。啊？明天一早我就去，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。请问，您是巫先生吗？是，你是房女士吧？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来的有点晚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不久，来，一起跳吧。跳？广场舞？好吧。孩子们怎么都没来啊？先别管他们。咱们聊咱们的，永芬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是你侄女告诉我的。这孩子走真快，看来对你们家还是挺满意的。啊，还好。现在像咱们孩子这么开明的还真少见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和你也是真正朝夕的年纪了。咱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看来你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像咱们这种情况现在很常见的。上个星期一个比我大10岁的老先生还相亲成功了呢。相亲？我
和你？哎，回来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哎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去问你的宝贝女儿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这么大气啊？天心他根本没去相亲，他把我骗去相亲。啊？开始的时候吧，我还觉得这个人要配天心，偏老了。后来他就冲着我笑，而且还自我介绍，这再后来就越来越离谱了。那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？他敢。想拉我去跳广场舞啊！我真是莫名其妙的，我后来才弄明白，哦，原来相亲的是我，哎，我相什么亲啊？你说天心气不气人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把他叫下来，好好问一下啊。天心，你下来一下。你先别生气。但是你想不想跟那个人跳舞啊？乌鸦嘴，坐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姑姑好心好意的替你介绍一个对象去相亲，你怎么能反将你姑姑一句呢？哎，开个玩笑而已嘛，姑姑也太当真了。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人家还以为我是老不正经哎，让你去相亲是为你好，你这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懂道理的？我是不婚主义者，不恋爱不结婚，这个事情我已经宣布8年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放弃呢？你也知道有8年啊，天心呀，你说人生能有几个8年？你，我们对你的不婚主义充分尊重，但是我们尊重，将心比心，和陌生人相亲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互相尊重。你女儿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。将心比心，话是没错呀，但这是哪个心跟哪个心呢？你。